大家好，今次我哋 Almost Local 咧，同大家倾下啲生活日常，同大家出去行下。哇，你睇下新加坡嘅天气，天朗气清，蓝天白云呢啲咧系新加坡差唔多八成日子都会睇到嘅。今日咧就谂住同大家去行下超级市场。新加坡咧系有几类嘅超级市场嘅，今次我会同大家睇三间，等大家可以感受下新加坡嘅生活系点样嘅。首先带大家睇下一间比较西式嘅超级市场。呢个超级市场咧，外国同埋国际品牌嘅食品啊等等比较多，比较受 expat 嘅家庭欢迎。佢呢度售卖嘅肉类啦，同埋有机食材嘅选择咧，系比其他超级市场都多嘅。大家可以一齐行下啦。
第二间同大家行下嘅系 hypermarket 大型综合超市。喺一个铺头入面，你会揾到有药妆店、电器铺、家品店同埋超级市场集于一身，成为好多家庭嘅周末好去处。你留意一下呢一间铺喺地下咧，系画咗跑步径围绕晒成间铺头嘅。铺头入面仲有啲车仔俾啲小朋友租嚟坐嘅。第三间同大家去睇下嘅系中式超市。呢间超级市场就系一般嘅超级市场，冇之前嗰两间咁大。在某一些中式超市入面，有时会找到多一些海鲜的，不过这一间来讲呢，海鲜都不是挺新鲜。喜欢吃鱼的朋友呢，新加坡是少找到新鲜游水鱼吃的，通常要去到街市或者某几间的超级市场才会有。新加坡的超级市场入面，你都会见到这些区域的哈拉的区域，就是伊斯兰教的清真食品，是会同猪肉同埋猪肉嘅制品分开。今天就同大家行到呢度，记住订阅我哋嘅频道，收睇更多关于新加坡嘅资讯。下次再见，拜。